OK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欢迎收看《详细》。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《纸片马里奥折纸博网》。OK， 这是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啊，《纸片马里奥折纸博网》，希望一路代表以后也可以多多支持这个游戏啊。OK， nice， 终于可以玩《纸片马里奥折纸博网》这个游戏了。以前都看别人玩。你终于可以亲身来打一次。我现在手把在震动哦，马里奥跟路易吉开着车。啊，我好期待祭典啊！折纸祭典那是什么样的祭典呢？好久没见到碧姬公主呢，真让人期待。那是一个奥利维亚，就是我们一路以来的伙伴，然后他王兄叫奥利。就是要去破坏这个奇诺标准 ，OK？ 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去在这边玩，很兴奋。对，碧姬公主城堡在前面。邀请函，对，是今天。他们开着车去找碧姬公主，结果碧姬公主是假的。他们开车开得好慢啊，我不想在这边慢慢看。就开走吧 ，Let's go。纸片马里奥折纸博 ，OK。OK， 现在我完全没有操控，都是电脑自动。现在晚上11:12，录一下脚，到碧姬公主城堡了。大哥，我们到碧姬公主。我去停个车，在这里等我一下。马里奥看看了天空，你就是一个碧姬公主城堡。路易吉也来了，现在我可以自己操控，路易吉会跟着跳，按 A 可以打开。我们只有50滴血，奇怪，奇诺比奥怎么都没出来迎接我们呢？我们被锁住了。Let's go！ 这边我们只能先冲了啊。跟着进去，马里奥，这个应该是假的碧姬公主，真高兴你能来。对了，马里奥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不觉得我们共和国应该要改头换面吗？是。随便按，再见。结果我就直接被冲下去。马里奥，你从天而降。对，他们来参加纸纸祭典。有没有看到库巴大爷他中毒流散？是马里奥，咱们也是从大老远乡下赶来的。这是坏的折纸兵，你们几个该走了，快跟上。要带我们去吃好料吗？
然后他们就被定住了，就被定了手绘。新来了，待会才轮到。那我们先走了，马里奥，等等见啦。等等点，马里奥，马里奥，拜托你救救我，我在，咦，我在哪里啊？这里好暗好挤，简直就像次元的夹缝。啊，次元的夹缝听起来有点帅。拜托了，马里奥，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在哪，但请你快来救救我。这里有个锤子，马里奥的锤子。嗯，人可以跳。哦，按加可以看选单，地图什么的也没有。所以按 B 可以敲击。你要去哪里？快来救救我！他一直不让我敲箱子。嗯，这里要怎么办？对，这是魔法阵，它叫做……咦，要怎么做呢？马里奥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不知道。神奇之手，练习看看。哎，真不愧是马里奥，那东西叫神奇之手，只要摸摸墙壁的各个地方，也许可以发现什么呢？如果弄在左边一点，在左边一点，稍微往上一些，再往左边一点。怎么抓呀？我看到这个纸，哦，这样子抓 ，OK， 抓，嗯，抓住，嗯，我按了 ，OK， 我下次，哦，奥利维亚，停顶，啊，总算出来了。原来我不是卡在次元的夹缝，而是墙壁的裂缝啊！马里奥，真的很谢谢你。那个，我是奥利维亚，这是我名字。至于为什么被关在这里，不过这件事要先，所以我走很慢，所以让我飞入你的怀里吧。奥利维亚就进去马里奥的怀，走吧。门是锁的，那我们根本没有路可以走，只能慢慢探索。哦，这个难道是？我想到了。马里奥，说不定我的意见可以帮上你的忙。要不要知道怎么走或遇到困难，我会按 X 可以呼叫我。好，我按 X 看看。最好快点离开这里，哪边会有出口呢？我正在看。这里是哪里啊？会不会是城堡某个地方哦？快住手哦！喂喂，调查。本大爷不会放过你们。库巴被夹住了。他们在把怪物全部都变成坏的。折纸兵。哦，变打印机打印。也变成坏的慢慢鬼。这样全部都处理好了，接下来就轮到那个新来的小胡子了。那个东西好像叫折纸兵，他们非常危险，要小心，不要让他们发现你。对了，全部都处理好了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跳。东西都没有，打开了。小胡子不见了，他跑去哪？是折纸兵的声音，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。我完全跳不走。那又说了一遍，那你赶快跑。这扇门可以开吗？可以。哦，这里应该是库巴那。欸，马里奥，你来正好，真不愧是马里奥的劲敌。欸，本大爷，你是马里奥的朋友吗？你有这张脸，还真少见了。你这个折纸小布娘居然不认识能让哭闹小孩停下来的库巴大爷吗？
本大爷被那个零零角角的折纸兵折成这样，恢复不了原状了。喂，马里奥，你是不是想很想把这个本大爷这个劲敌放下去啊？这样啊，很好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让你有这个荣幸放本大爷下去。等本大爷下去，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当做奖励，动作快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